我头一遍看到你的时阵哦，我就爱着你啊，是我爱着较惨死啦，安尼你有反应？安尼嘛较惨。哦，我看你对我这哦，我真侪想法呢，啊，无你甲我讲看卖，我这个所在搁欠啥物件？叫，我是感觉这天有较暗淡薄啊，搁倒一拍电话安尼较光啊。够了，你看那幅图，那幅图无好看，换一幅新的啦。呀呀呀，那块刀啊，采一盆兰花，一定足水足有气质的。那规间厝看起来，就感觉足温暖的。讲了袂歹，只是哦，你安尼讲连伊啊加这减那啊，讲几波无讲个重点的。嗯，什么重点？这间厝啊，上个重要就是欠一个女主人啊。嗯，你平话一句嘴，咪真好讲，用他个？唔是啊，你用甲我讲对通啊？啊，无甲你讲，无我是要甲谁讲啊？搿本来啊？进前啊，还搁咧苦劝我，着爱放下，啊，结果即摆家己搁着爱些顶年的老错。煞变，人替你生一个后生，遐尔啊将才着，啊，伊即摆嘛是孤身一人啊，而且搁是恁未来厂的副总的呢。就算伊做到啥物总裁啊，我赶快看到伊就倒单啦。无唔对啦，伊确实替我生一个捌代志的后生小雨。啊！不过还无表示全部拢是伊的功劳呢。搁再讲啦，伊只火家宝啊，陈小雨拢无在接受呀，搁较免讲是我啦。你慢慢安尼，啊，袂感觉人甲你加两句啊，你就安尼心光火多。不会啊啦，莫直直安尼气噗噗，你唔惊变火紧哦？你会要紧，我是唔会变火紧哦。嗯，当然啦、啊！你若是白血金中风倒伫遐袂停袂动，我都爱逐天甲你打西打药，啊，甚至还佮你杀出去晒日头啊！佮兼个身躯，你即马讲这句话，就表示你愿意做我一间厝的女主人啊？无啊，我哪在讲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实在规半世人，就是因为咱实在哦，规半世人啊，咱观察应该讲两一半入去啊。所以我不希望我搁安尼拖落去啊！唔是啦，我是感觉咱即摆安尼嘛挺好啊。哪有好？我就是爱你半礼拜，我就是爱你做一间厝女主人，做我陈忠诚的某。李时啊，我看兄啊，啊甲面古因一家伙团圆。我想来真感慨，这四十多年来，我为了替阮老爸报仇，我放弃亲情、爱情，结果最后我要报仇的对象竟然报唔到啦！这真正是哦，这个世纪上大的笑话啊！妈的啦，唔是拢讲好啊？要甲过去的无欢喜有啊，拢放下。啊，你起码呢？我就是希望啊，我用在我有生之年来弥补我之前犯的错误。我即马想要头一个弥补人，就是你。大爷啊，阮爸就住伫个头前啦。啊！等一下，你伫在伊面头前逼我欣笑，逼较凶的哦，让我看起来足可怜的。安尼，伊就会暖心，那安尼，伊就会替我行事啊啦吼。哇！安尼有够可怜无？那是无够哦。啊！没，有够啊，够啊。呀！
咱这个会所啊，多些笨手手看人，人看到笑呢。哎呦，卖多些啰嗦啦！我就是咧，甲你看我咧，安安安，未甲你放手，何必你搁走去？妈，妈，救我！紧救我！哎，啊！你家人哎，啊，定伫个路中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纠纷啊？去路边桥，你无听人讲好狗不挡路哟？哎，恁后生欠我200万呢，伊上好是马上退还的钱，若无吼，你明仔就看袂到伊啊！200万，陈东俊，你看袂到伊真好啊！啊，一讲后生哦，有确实无啦，看袂到我等到清心。爸。你来这么无情啦！啊，竟然安尼见死不救哦！你不是讲我是你这世人的克星？克星是啥？就是你做什么拢甲你嫌，专门甲你做对头的人啊！你敢骗我？你不是讲恁老爸要替你处理？我看伊根本就无要插你，连老母吼拢常常徛在边啊！你是看未？你到现在还想要跟我们亲情绑票？我跟你说，不管他欠你多少钱，我一角都不退行。看你是要把他拖在山顶上，还是要把他当作底下千斤轮流一杯，我都没意见。爸，你对了，他的心情健康，竟然跟人花一粒5000万，绝对有法还你200万的。爸，你的情况怎么这么凶啦？你不是一直都很要紧，等待那个，我若真正安怎，敢说你都不后悔哦？我陈忠诚这世人后悔的代志有够侪条，无差你这条啦！爷，哎，爸，爸，爸，这个白痴车人吼，一支吹好捋捋啦，好多你行这条路白了干啦！干嘛？干嘛做圣威？卖看啦，加看加切什么？你要偷笑，你要找欠你钱的人，你对不过人，去跟他动手是哪哪？安怎？我就是要动手啦！真好打，喘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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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安尼真了尽心尽力保护因，一声一定替我行孝的。阿姐要紧嘞，我阿妈你嘛敢吧？我想要换阿心。又搁来两个管营阿叔的啊，真正是食饱行用哦。我甲恁讲哦，除非你甲陈东俊迄200万哦，连我签。无，上巴边个啦，我搁欠啥你？啊？欠钱还钱啦，天公地道啦。好啦，200万尔，敢不需要甲人相干呢？哈哈哈！陈东俊啊，你真正是好狗命啦！呀！江总裁啊，多谢你了，好在有你，阿拉我都真正无命。我这钱不是为你害的啦，是为你妈妈还佫有超强。你家己不是款啊，人因啊，佫要留一些名声互探听的。啊，是啦是啦，好在有阮妈，还佫有超强啊。阿强，多谢你。好啦好啦。我知影，恁拢无想要看到我，我走就是了嘛。
多谢你啦。你去当初还迄条钱，我来。你先拢莫讲，那是江中人家己家婆，要替你给执行这条。我来讲哦，这条人情啊，我不可能认同的哦。你莫遐紧张啦，我知影恁搬厝，特别来这看恁呢。一条钱哦，就算讲是乔迁之喜的红包，回得咯，又搁欠我一个红包啦。我什么时候搁欠你一个红包？啊，拄只我看到迄个债主吼，转动手的时阵，你甲内边安尼懒条条，搁用身体吼去替伊动。我想讲哦，你两个好代志应该是真紧啊。还有上加，我嘛是你的媒人呢。到时阵哦，你是一定要给我一个大红包的啦。总算啊，是讲一句人讲的话啊，无唔对。经过四十多年啊，阮两个要做伙啊，这边一定会孤孤单单的。啊，不，等，笨手。哦。陈东俊绑定的警话来处理了。阿强，以后伊绑定的钱就买这卡。你是我的亲人呢，我哪有可能见死不救啊？今麦看起来，阿妈还佮有恁爸那边应该无遐尔简单就当原谅你，也是讲哦。我来跟我爸讲看卖，让伊伫咧公司内底，让你一个位置。阿强啊，你是讲真还是假啊？你要甲阿爸斗相共哦。不过，江总裁敢会有意见啦？伊才替我拿200万的利息呢，我阁欠人2000万呢。伊即马看到我，都袂输看到一个偌济财产啊，一个补袂完的资金呢。老实讲，我是无甚把握啦。啊，不过你即马除了相信我，跟我爸落同行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即马确实是存你这个好孙啊，同我挖苦啦。只是我咧烦恼讲，你敢有法度守好恁爸的头？我敢安尼讲，你就要替我烦恼啊！我有我的方式去说服阮爸。客气啦，一定是你伫天顶有咧照顾顾着无？你看你生一个这么重情重义的后生啊！哥答应你啦，将来哥若是发财啊，我绝对好好照顾阿强的，请你放心吼。阿强，只要你会当帮助阿伯哦，渡过这个难关，将来阿伯一定会挺你挺到底，吼。唔好让我失望啦，阿强，你放心，只要阿伯抓到翻身的机会，我绝对会把我家己 MP 也个 HP 补甲满满满，绝对袂让你落过吼。陈东俊，你嘛想过天真啊？我只是要抓你来做我的替身，等江道成要替我做容器的时候。你叫是讲我是真心对你好，是较歹。想袂到我陈东俊还阁有机会会当重生，只要我会当个感觉了后，都有机会会当重新站起来。